金刚大道度假区日前在澳门威尼斯人举行 DreamWorks Animation 的最新 3D 喜剧历险动画大电影《八宝狗先生与细蚊：时光机大历险》的首映礼及红地毯盛会。当日出席首映礼的名人嘉宾包括 Mandy Liu、 谷祖林、黄佩霞、李洛斯、陈琦、周美凤、曹永廉及太太姜以兰、张崇德及太太刘美娟，以及陈国邦及太太罗敏章，近期同他们的子女一同出席。一众的名人嘉宾对这部 3D 动画电影都非常期待。我小朋友第一次来戏院看戏，所以就好期望很大很大。我自己反而很期待，好像有些返老回归童真的感觉。刚才看到两个卡通人物已经争着影相，啲细路仔争我跟他争。今天来到澳门看 Peabody and Sherman， 我自己是很喜欢看卡通片的，我一定知道我不会失望。还有DreamWorks 那些卡通片我都全部都有看。另外超过300位来自澳门防止虐待儿童会、明爱家庭服务、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及澳门爱护动物协会的会员及服务使用者亦都应邀到场欣赏电影。